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了中央气象局的最新说法，而目前的风雨也逐渐增强，部分县市已经宣布停班停课消息。我们带你来看看，已经宣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县市就有屏东县、台东县，还有嘉义县梅山乡太和国民小学。另外呢，已经宣布明天正常上班上课的县市，也包括了基隆市、台北市、新北市、宜兰县、连江县、桃园市，而其余县市呢，目前正在等待公布当中，而我们也会随时进行更新。